Yep.没有，那是 RO 的开装备啊。RO 开装备了。我们一等就是蛮强的、啊。你每一场都马说我一等很，我们一等很。我去斩避火柱啊！为什么有个开了？你还有人去斩避火柱？那我看这波不会很强。好了好了，回来了。闪避火柱那是很快的事啊，走过去。看到了，来、欸，被踹一脚了，踹一脚，被刷了一波、啊，被刷了一波伤害，完蛋了、啊。欸嗯，对啊，赚到了，赚到了，赚赚赚！嗯，你怎么没给他刷？我也想赚他。他干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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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大师，想干嘛想干嘛？我要点个 W 去抢这个，这是不是太有那个，太有梦想？你还在勾引他哦？哇，你装逼！哎、欸，你是不是会先到啊？有差点我就火蓝 buff， 一个暴击，可是你这样其实没差吧？他被动人家要吸回来了。哦，我有被动啊。那我的被动是那个瞬级步法，高灵飞，抓天人技，抓了一片灵魂，瞬级步法、啊。我操！我怎么怕你啊？感觉怪怪的。升要升了。他刚刚不 A 兵很奇怪。他 DP 耶。哇，这个 DP 盾哦。啊，你就死给他看啊、哦。对吧？别闪，这个墙那么厚。也别闪嘞。那等一下，等一下是不是要杀他？可以啊，说他等一下我假装要放那个。已经给他上。没有啊，就躲跑在对面怪怪的。遇上路哎，已经给他上。怪的。他这样不想跟你打，他就退到底就好了。他喝水喝回来了。不行，被打闪了、啊，有点惨。前面那一波没闪呢，被李信逼了一波闪。W， 他还有闪呢、啊，他还有闪呢、啊。我是被李信逼闪，有点惨。你还是要补那个。哎呦，你怎么被打那么痛？哎、欸，为什么？我被住的超惨。怎么突然暴血呀、啊？奇怪。中路传送上来搞我，然后李信在逼我闪，然后现在再来一个李信，哇，好过瘾！我刚刚为什么会突然暴血？你怎么突然暴血啊？不知道啊，我把我们妥妥的。对啊，不知道怎么暴血的。还好换掉一个。哇，塔打到一下。对，但是我看你站的离塔很远，塔是打我哎、欸。是吗？他好像打到我一下。嗯、还是刚大动给你一发爆发。知道。啊，是不是他刚好在暴击符文啊？嗯？广推猛推，前面被住的有点惨，那就不要走了。中路没传呢，中路传不上哦。李信好像才有闪，忘记。中路没闪哦，但是我们这个兵卡在这还挺好的。那沙师就看起来很奇怪哦，他一等都可以这样子凶你了。正常、啊，他二本来就不是前期装。没有啊，那既然他不想凶你，他都推到底就好了、啊，明显也会顶。然后给你单杀，就看起来很奇怪。然后斯温两颗头，谁、嗯、哟？回来了。
下面都没闪，那个谁可以过来？哎呦！感觉他真的烂，还是他的够硬？有个立信，你们快把他杀了！哎，露露有点强哎、欸，大众。敢凶的伤害真是。OB 猛，这中路一直住我，我不知道怎么他会跑线，他中路兵线完全都不要，你看一下他的做法是不吃边那种，传送完中再来走上来的，哎呦不要，好疯啊！蒙住蒙住，不李星是弯龙的，等我。小心李星可能在旁边哦。这个吗？不可能，这个不可能，你这空大。哦，他是瞬移步伐啊。那下面没错。好高！没有啊，这才是正常画面啊，感觉都应该会这样啊。这角色本来就是。然后他被你单杀两次。嗯？他那个凯特琳那招也蛮烦的，理性偏下，我不要打。好，他在之后。我点燃，但他们有闪。他们应该双招都好了，你也双招、啊，下路可能会先过去哦，下路没有过去的意思，他们六了，把他当儿子打、啊，不是啊，他在那边乱开刀啊，他其实可以不会死，没有，你看他一等那个死法才比较死，乱开刀就不会被等于，他现在已经被打爆了。一个啊，另外是我觉得他好像打得不太够侵略，然后今天大学在开了，这样就不会吧？他自己输一等应该，就是被你打爆啊，被你单杀三次，好凶猛啊，这个单呢，熊冠，冠，准备再来一把下饭操作吧，不会又下饭了。哎、欸，我感觉就要下饭了，小哥。男生到了，没有剪影。哦，李欣。上路没闪，跟我同级的。嗯，盲三在干什么？哦，哦，念一下吗？不盾，念一个。哦，我不需要你。我传送度我不灵了。哦，不需要你。后面有传送，后面有传送。丹娜，我丹娜传送完，好不好？是的，是的。这个是传送完的问题吗？
可以。他这样跑有什么意思啊？我不知道啊，他从一等跑到现在。打野还直接退啊？有魂呢、欸。他一等那个超恐怖。哦，我们还差点，我还差点没死、欸。那个直接狂退啊！一等开始跑，不够牛逼。太牛逼啊！重点是兄弟，他一直跑线，怎么不推他线呢？刚刚剑魔传来中路哦。我说那剑魔传来中路，所以剑魔没传呢，是不是？对啊。刚刚剑魔跟李信来中路杀我，丹娜也没传啊。对面这个地图的观念实在是，对面这个有点太超前了，我不理解。他如果说再来一下，太超前了，再来一下。我。熊熊没大局，哎，我怎么刚把我都装？你干嘛一直扛塔？人，你刚吃了五下塔是不是？我大局不是可以躲塔吗？我没躲到你。你爆开的瞬间，爆开的时候刚好打到那一下塔吗？你真的没有勇敢的往前一步啊？对，我要是早点让那个伤害出来，咬死他。这都被射死了。余温，我们去吃龙吧。就能换点钱。我不划算，来偷踢把他踢进塔里，踢出去了，是。真的把他们踢回塔里。哎呀，我600安娜的，不能打了，真的。6-0，那比较好。露露也等下会跑过来。又放人当土鬼一样，我回一下哦。哎、欸，你天幕不是点那个饼干？杰西回来，哦，杰西回来，为什么？哦，他为什么劣势还一直找你打架？我看不懂哎。只会往前呢、啊，就是我们的队友。会往前、欸、他最强的时候就一直就没有跟谁拼打。他你现在都比他强，他还要跟你拼，他到底想干嘛？对啊，他真的不想赢。不想干架，只会往前。那，就是脑子不清楚一代。那哇，嗯，他这个也是来放的、欸，那个专攻，又一个幻想能打你。不然我都只会往前。他们真的是怎么往前呢、欸？他是跑线王是不是啊？好会跑啊！看一下那个等级吗？直接也不演了，直接穿过来。他都不看一下等级耶，哇！他怎么觉得输等级还可以打赢？好像李信帮他了。真的不简单。我感觉刚刚那一打一的话，李信来的。哎呀，无限车轮。那下路那个谁来一下吧，可以打了。会不会秀呢？这两个人真的是好气，太逗了吧！哇，被打掉吗？我被打掉，赶快先消掉，安全。我感觉你现在都在，我觉得应该在输也关。不多。哎，果然来了，来了，应该在涨。还好，先把那个打掉。他在那边吃野怪啊！哇。先把那个打掉，好过瘾。有过瘾，已经赶不上。哎，嗯，哇，他又在封了，又在封了，哇，又在封了，哇。哎、欸，差一点点。过来帮助送。在封，哎、欸，李信来。好不好？我们干守塔，我们干守塔。又在封，又在封了，哇。李信要封了吗？李信赚钱喽。哈哈还敢在那边回家、啊、？W， 哦，我觉得你直接 A 他就赢了，再 Q 到会输啊！人家拆塔快啊！什么拆塔大队？点个过瘾哎！嘿嘿，哦，哎、欸、雅士，嗯，你们觉得我一呢？一个是民工五，一个民工四，然后差200吸引，你觉得我要买哪一个？没绑到、啊，哇！他们到底在干嘛？哇，你这个好愉快哦，开机台了。
凯尔，没打没打没打，开心到不行哎、欸！这个怪什么？这狗熊是啊？这怎么下饭操作又出现了？哎、欸，这狗熊跟对面刚才他们差不多了。大家都疯了！完了完了，他们觉得你太快了。冷静点，冷静点，兄弟们冷静点。他们不行，我开始冷静不了了。冷不了了。哎呦哎呦，难道是那个？危险！没有，我闪可以可以。OK， 难度失败。好了好了，劝退劝退。哦，你要快乐，你快乐。哎，我们刚差一点呢，刚的戴安娜差点被我 W 弄死。你差点从上帝模式变成凡人啊！幸好你刚刚跟我说啥？我说那个 EDDA 民工四跟民工五差200C，你就要买哪一个？一个400，一个600。买四就好了，我已经买四了。这东西有那么贵？差两差，差不了那么多。这个有那么贵吗？我们刚刚洗是蛮难洗的，义工哎，抽啊，人气。你先不要买，你等我打个一天。人气哎，这什么？你先什么？哎，是小是小龙啊，不小龙演一打三哦。我抽烟，我撑住了。没大学，没大学还敢？没事，没事，鞋子出一样的，穿个鞋子。走，哎，走起来了吗？我感觉狗熊打人打的不是很轻松哎，扛不起来啊！哦，因为他其实是一个法师，那个大师跟白痴一样。那个大师扛起来，哦，徐温，徐温要爆开啊！李信在右边呢，李信在右边呢，大师，他没到，他没到。哦，疯狗又来了，肯定是秒杀。这边有烟，这龙是龙吧？兄弟，他怎么不知不觉你输他一等呢？是啊，嗯，没心啊，对，这什么？到底是什么？过头了、欸，有没有只眼睛啊？我没有眼睛出来，没有半只眼，他能睁眼睛？看到你啊，没事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没事。不理你了，我没半只眼睛出来，龙龙龙，你看，龙没开台之前都不干你的事啊，真的。jump 过头的往回走了，然后没有 jump 进去的往里面。我没有半只眼睛，我跟你讲。没有半只眼，我看你很早，我找了很久啊，有 happy 可以作证。你切了三个视角，还是没有眼，那也没办法。哇？嗯？嗯？哦？哎，那龙会把李先喷死。你丢这边，你现在丢不太好吧？现在先丢。哎、欸，那个谁冲出来？快呀、啊！哇！先丢。对对对！哎，下一个手刀冲刺，不对，有露露，有露露，不对不对。他一下也直接往你身上冲。露露不能冲动，而且冲超快那个。哎、欸，给他们分散了，分散了。哇！不敢笑。嘿嘿。走喽。哎呦我呀！大绝！完蛋了，后面有个大东。完蛋了，大东好棒哦！大东是真的疼。大东那把在那边很痛的。那个散弹真的好痛，就跟他决斗。多痛！熊怪比较痛，你觉得如何，兄弟？干了，他们怎么听牌了？我也不知道。刚刚那只打得太放荡了。我只知道你们杀到这边来，前面不是600。打得好。那那波没死啊？真的。我们刚那波是你而已啊。那波把他们一堆招都打掉了。嗯，露露。鸟叔上是会默认哦。那个鬼手吧。不会吧？这次做的 AP 哦，一直炸。天干死！啊，我们队友又怎么了？哦，没死。看到逃跑。队友很猛啊，队友。哎、欸。我是不是吃到什么东西？奇怪哦。哎、欸，他飞起来又掉下去了。我。嗯。一个。
欸，我想说你那个中了，我就上去抓他。我站过去。喂。哎、欸。下半，我跟下半操作了，完蛋了。没事没事。到底是什么？到底是在下半怎么啦？哇！闪现转很快。这招很闲。这招很闲呢、欸。让他们放松戒心，走了吧。哎呦，哦，要毒敌哦，不用毒敌哦。露露没闪，那个很气，他又手刀冲刺了吗？你们真的要分散要进来一打？你要分散一下，分散，直接给他一打。很大雨看不出来，干。有去无回。有回去无回、欸，哇！姐姐在来踢了，看也不用，姐姐过来看。你就这样跟上了零超列队，真的？我假到，嘿嘿，假到，嘿嘿。之前放个假，这没办法，他怎么可以这样子弄你啊？没打，反正我也没。赶、快打一打巴龙啊！干受不了。不过我有无尽了，可以。放飞。是吧？怎样？嗯，好多，我是辅助，凯特琳辅助。十八龙，十八龙，受不了，受不了。啊、不演不演。哇，直接传！那我们的熊怪也要过来啊！你上路要先带吧。啊，他去把他砍死了。我要买两个粉眼。嗯，拉回去了，拉回去了。来，抓龙，抓龙。他们好像完全没感觉。他们怎么可能会有感觉啦？拜托，他们还在想他们的四龙到底什么时候会来，还在拜啊！中路两个需要给他们跳下去。好、哦，吃完八龙。在不会吃。激烈攻击。吃完八龙马上送。看这这。这是中路的伤害哦。妈打不到人了、啊。哇，这什么？没人了。哇，要帮养护是吧？哦，哇，极温，好猛，下来了，干！哎呀，被他被露露杀掉了，可以吧？哇，疯狗，极温，哎，不用。哎、欸，啊，那个不是很会跑线？他怎么这个不跑？怎么跑线下路了？跑到投降了？哇，投了，点了，点了，点了。为什么只有三票？挂机了。刚那边不是有四个人吗？